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刮这一张加倍赚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100元，头奖奖金有100万元哦，然后有超过28万个奖金加倍的机会呢，这里有个倍数区，然后游戏方法在这边哦。任意给您的号码对中幸运号码，记得该号码对应的奖金乘上倍数区的倍数符号的金额哦。哇，所以先来刮出倍数区吧。哦，这次的号码先来讲一下，这次的尾数是83号，号码是00641303。好，马上来刮出倍数区。好，放大一点好了，放大一点点，看得清楚一点，再来一点。OK， 好，刮出倍数区，倍数区是多少呢？倍数来个几倍呢？哎，怎么没有倍数区？哇，两倍，两倍有机会哦。看到10倍的话就觉得很难了、啊，两倍就觉得有机会。来看看幸运号码是几号？幸运号码是19号跟16号。来，这张尾数83号的加倍赚刮刮乐会不会中奖呢？19、16，哇，15。17没有，15、17，13要19、16，来个19，还是那个16吧，什么都没有，号码好少哦，19、16没有，12没有啊，哇，看到 P 了，看到 P 了，没有 TOP，PHU 啊 ，UPH 啊 ，U。HP 啊，随便啊，又乌龟了。所以这一张啊，看到 P 啊，看到这个 P， 看到这个 P 啊，就知道乌龟了。好，最后来做个总结吧。这一张售价新台币100元的加倍赚刮刮乐尾数83号宣告杠估，做了100块钱的公益。那就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